Spider-Man。嗨，我是欣，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活动。那我在这边呢，就先为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复习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从9月14号一直到9月20号呢，关都地区的三神鸟又要复刻啦。而且不止这样子哦，还有机会可以抓得到他们的色尾版本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想要问问大家，前一段时间的火焰鸟日，大家有抓到色尾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，对，我也没有。好啦，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呢还有可能抓到普通技能版的火焰鸟，所以大家这次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啦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件事情，从9月21号一直到10月23号，超梦要降临一般团体战了，所以各位你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可以从一般的团体战当中遇到超梦，并且抓到超梦。好，第三件事情呢，大家记住哦，从9月14号一直到9月30号这期间呢，你从友情礼物当中得到的阿罗拉蛋呢，都有机会可以得到特定地区的宝可梦。例如说呢，以往肯泰罗呢只能在西方的国家才可以捕捉得到，但这一次呢，你只要利用这个活动所拥有的阿罗拉蛋呢，都有机会可以孵出这些宝可梦。那这些活动期间的阿罗蛋，都有机会孵出大葱鸭、袋兽、肯泰罗跟吸盘魔偶。哎，是吸盘魔偶吗？哦，魔强人偶，我以前都叫吸盘魔偶啦，都一样啦。所以呢，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得到这些特定地区的宝可梦呢，我建议你现在就赶快把你身上所有的阿罗拉蛋给孵完，然后到了9月14号开始呢，一次把所有的友情礼物给领完，直到你的背包里面装满9颗阿罗拉的蛋，这样理所当然呢就可以提高你得到这些特定宝可梦的机会哦。那如果你目前身上的阿罗拉蛋呢是从9月14号以前得到的话呢，那是绝对不可能孵得出这些宝可梦。那这边呢有一点小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首先呢就是闪电鸟，闪电鸟呢在一般的天气状况之下，它的完美 CP 是1902，那如果有天气加成的情况下呢，它的完美 CP 就是2378。火焰鸟呢一般天气的完美 CP 呢是1870，有天气加成的情况下呢是2337，而极冻鸟呢在一般天气的完美 CP 是1676，而有天气加成的情况下呢是2095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，那接下来呢就来一点 talk 时间喽。好吧，就来稍微聊聊近况吧。首先聊聊最近的生活好了，还是一样不断的在工作，然后我要开学了，可能出影片的时间也是蛮随机的，因为毕竟我现在也不是什么正职的 YouTuber， 所以我没有办法固定一个时间来发布影片。那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有没有发布影片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就直接点订阅吧，最好还是按个铃铛之类的。讲到生活，我觉得还是马马虎虎吧，只是我现在多半休息时间都出去拍片，或者是出去走走啊，玩玩宝可梦啦之类的。那最近的话刚好是大学的新生季嘛，另一个说法呢也可以算是社会新鲜人正要踏入社会的第一步，那我就稍微跟一些社会新鲜人稍微鼓励一下，稍微给点想法分享这样子。我已经出社会5年多了，我没有念大学，所以我高中一毕业呢我就直接踏入职场。我觉得很多技巧，有很多美感，但最主要呢，我还是希望大家，不管你多优秀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大学毕业，在你出社会的时候呢，记得一定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用谦卑的心去学习，用谦卑的心去接受任何的失败，把失败的经验吸取起来，就可以变成你的人生历练啊。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社会新鲜人都是草莓族啦，或者是什么妈宝啦、爸宝啦，但我还是想要跟你说 ，Be yourself， 做好你自己，做你自己想要的事情，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千万不要做违反社会道德跟人情伦理的事情，因为这种事情一定会有报应。不管你是要当 YouTuber， 你要当电竞选手，你要当科学家，你要当厨师，你要当太空人，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你喜欢，你有兴趣，你愿意花你的心力在这上面，那你就去做，千万不要犹豫，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往上爬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啦，当然还是要说那几句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随时关注我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啊，豆豆。